陆飞，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考不上大学了，整天往外跑，半宿半宿不回来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那地方是你该去的地方吗？陆飞，干嘛呢？过来扶我呀！你们几个。也给我闭嘴！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今天就让你知道，你这个年纪该干什么。看看，这都什么东西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翻我的东西，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。我告诉你，你是我儿子，我这都是为你好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有多远睁多眼，别让我再看见。爸，我想好了，我不想去复读，我想做调酒师。调酒师？是，调酒师就是把两三种饮料混合在一起，调出不同客人满意的饮品。这算什么正经工作？你都18岁了，知不知道？能不能有点正事儿？谁说这不是正经工作？你根本不懂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学习，师傅已经答应我，今晚可以上手了。行吧，要是你说的你调的那个什么酒真能卖出去，我以后就不管你了。好，这可是您说的，今晚我至少卖出去5杯。你先别吹，丑话我也说前面，你要是卖不出去，你就老老实实回来给我复读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陆飞，昨天怎么回事啊？挨骂了？我去酒吧的事被我爸发现了，今晚我要是卖出去5杯酒，他以后再也没资格管我了。那你行吗？一定能行。你好，需要点什么？来杯威士忌加冰。好的，稍等。你第一天上班，没人点也正常，别着急。哎，你多大了？我17啊。17可不行啊。看到没，万店承诺绝不向未成年人售酒。暂时没有一个满18的，我说还是回去吧。耀总，你走。你说咱们是不是穿得太随便了点？你看看周宇穿的。要是我也拦啊，像小学生一样。哎，我说谁小学生呢？我是你哥。我觉得骄阳说的有道理。这样，我的胡子怎么样？别以为换了衣服我就认不出你们了啊！不能进，赶紧走。蒙谁呢？以后别再让我看着你们几个啊！赶紧走。姑娘，你刚才来过吗？没有啊。又是你们啊！赶紧走，别再让我看着你们。哟，来了个新助理。是啊，要不要来一杯？尝尝他调的酒，都行。还愣着干嘛？啊，好。二位请，谢谢。很奇怪，那个新手在所难免，我请二位喝一杯。这是一个技术活，而且需要了解客人不同需求，才能成为合格的调酒师。想进去怎么就这么难呢？要不咱还是回去吧。啊？你们不知道他多想做这个调酒师。要是今晚赌爷输了，他以后还有什么脸在他爸面前说什么？是啊，这关乎男人的尊严问题。
这位调酒师，给我们来五杯酒。快点啊，墨迹什么呢？果然又是你们啊！未成年人不能入内，不知道吗？大哥，我们就在这坐一会儿。大哥，钱我们有，就点五杯酒，不喝不行吗？那也不行，未成年人就不能来这种场合。你们可以去外面等着。别说了，赶紧走，走。路飞，有人点你的酒，不错呀，一下就点了五杯，光这一单就300，不错，开门红。爸。啊。今天我第一天上班，卖了五杯酒，您说的以后。既然你想走这条路，爸也不拦着你。反正你也成年了，去吧，去做你想做的事儿。光这一单就300，不错。你放我的东西，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。你根本不懂。大哥，钱我们有，就点五杯酒。别说了，赶紧走。好。来，服务员。先生你好，那五杯酒我都要。还未成年呢，那我们还是继续喝果汁好了。要不这样，叔叔跟你们几个做个约定，等你们这里面最小的骄阳也成年了，叔叔请你们喝成年后的第一杯酒，怎么样？好。哎，我还有210天，那我应该有190天。我150天，我只有87天了。行了行了，都别算了，咱们先干一杯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。开心。过去未来现在的你是否曾迷失自己，面天不觉伤心，要勇敢的前进。前进，别拍我换裤子，你拍干嘛？人生中好帅哟、哦、要努力做自己，做自己，做自己，要努力走下去，走下去。还有这个安寿的。海量资讯尽在新浪新闻。